造日式 RPG 传说的 Final Fantasy VII 在宣布将要在 PS4 上推出全新重制版之后，现在也抢先将原版移植到 iOS 上咯。游戏是以 PC 的 HD 版作为基础，不仅解析度提高，许多设定也更加体贴忙碌的玩家们，像是可以利用内建的指令让玩家在地图上不会遭遇到敌人，或是让等级和角色数值立刻突破天际，就连原本要花好一番功夫才能够学会的超旧武神霸斩也可以在初期就能够使用，让玩家可以更轻松的体验游戏感人的剧情哦。